OK，回到 Morning Call 时间。好，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 DNC Don't Make Cry 啊，最终章看到 Mission 20底下写了 The End 啊，虽然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到哈，那我们就准备开始了啊。好，那还是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是我录的第二次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上一次录到一半的时候就去倒垃圾了啊，导致我就不啊就这样。OK，然后看一下我们钱好像还是不够。不过买个这玩意儿，没钱啊？那怎么可以买个这个？你买小的吧。买小的。那你现在磨条应该不是最满。买个这个，好，这样。好，大丈夫的，大丈夫内蒙呆的，好吧。什么可以买的嘞？Big Sleek，砰！哦，这个用不太到，用不太到啊。枪对。枪对我基本没有用，对啊，哇，这招到底有这个超炫酷的飞在空中到底有什么屁用？就酷炫啊！好，所以大家看到这边，他问我要 start mission 还是要从 checkpoint 开始哦？那我们是露营吗？我们 start mission 吧，啊，因为我打到一半而已。大家会听到背景应该会有很大的那个瑟瑟的声音，好，大家就不要太在意。他从我家楼下经过了。延续上一集的状况啊，就是满目疮痍，因为人类跟人间界跟魔界之间的间隔消除了。应该说，本来人间跟魔界就是有一层物理上的直接关系，但是这对兄弟俩用非常粗暴的方式让大家看到真相了，所以果然还是政治嘛，对吧？也就是说，这都是存在的东西，这样。哦，我们现在要开始重新建立规则。什么规则？不是什么啊？这个全部啊 ，everything， 维基啊？你说像蒙德斯一样吗？啊，不不不不，我们才不像蒙德斯呢。Subjects， 我们要管理我们的物，我们要管理我们的东西。他说是你，他说是人类。我以为你是为了自由而战，他确实是为了我们的自由而战，但不是为你。这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人类是如此弱小，他们像个小孩一样，他们是要被保护的。They need protection， 这不是我跟你救了他们呀，你跟我救了他们，谁？还有谁？还有一个人类，凯特很好用，你知道？好用你妈！好用，好用，好用！这个很微妙，很微妙。对，这什么渣男发言、啊？对，他很好用的，好用。那他说，如果不是他的话，我怎么可能打得赢蒙德斯呢？如果你看到人类制造的混乱的话，你就不会这样想哈、啊。对、啊，人类无用论啊，真是哦，人类有害论。这就是所谓的哈，即便你老二比人家大，你的心智不够成熟的话，还是不会受欢迎。你还是个屁孩。对，你还只是个屁孩。对对，就是很好笑的是，这个游戏当初出来的时候，大家是一片骂声，可是偏偏这个淡定，到最后还是有人看着看着也就 OK 了。嗯、但是危机的时候，这个危机就从头就没人喜欢过，很妙。这从头就没人喜欢过这危机了。好像一开始形象图出来的时候是有。是哦，然后就哦，这个维基尔还蛮潮潮的这样子，潮潮熟熟，然后皮衣对，看他皮衣上面还是那种，对那种烫银烫蓝银银蓝色这样，蓝色烫的，然后对花纹，然后就潮潮的，然后戴个臂章这样，然后那种好像是很厚的皮大衣，嗯，然后做事他做事觉得头痛，好感度直直落，直直落下，就维基尔就是以后被老坏的那一种啊。我做的事情都是都没看我打拼吗？想当初一卡皮箱走到这边来，当上维吉尔、欸，就又会变老派。准备了，不行，不小心就吐槽好多事情。你看他那刀器没有插进去，他破魔，他是破魔还是反光？应该是破魔，因为他的刀鞘，他其实在刀鞘外面。反光吧，因为他那个还真的蛮白的。是。
他脚步很微妙，嗯，魔鬼的步伐，魔鬼的步伐。哦，哎、欸，我、哦、可以打，对、哦，那个可以打回去。哦，来哦，迅爆。可以打回去吗？用镰刀，用镰刀。哦，用镰刀比较。那个要用镰刀打回去。你的波浪真的蛮大的，我觉得。那如果没有自信用镰刀打回去的话，还是用飞镖。飞镖慢慢去跟他损这样。嗯。抱歉了，抱歉了，兄弟。Come on。什么线呢 ？Q 的。没有发现淡定的头发变成片白，对哦，有一些秃头，秃头，哎、欸，哎、欸，刚好刚好我们成就了，嗯，哎呀，其实刚其实跳起来可以用那个拳头揍下去，嗯，但怕就怕太对，怕他把他跑过去，还不迟，还不迟。耶、yeah, ，真的耶！吼到你后面了，哈哈！我想到我到你后面，后面好，吼到你后面去了。太慢了，慢什么？太慢了，慢什么？太慢啊！我撞后面的东西。嗯。哦。刚才骑士踢的。对啊，来打踢球。一点不觉得，一点不觉得帅气，管是人的问题吗？魔人化，看我魔人化，哇，来个不露了，好，一脸奸笑，你是奸臣吗？可以趁现在收集没用的，对。哦，打回来了！嗯，有，一片混乱，真的混乱。其实。我懂了，我懂怎么揍他了。为什么你知道吗？魔化瞬间那个粉色会被飘起来。嗯，就是揍这个时候去揍他。对。你这时候就长得有点像原本的，哎、欸，真的发型变本淡定了。没有，全白的发型很短，对。哎、欸，这疼痛的表现就真的疼痛表现了。你不觉得每次看那个，不要杀他！不要杀他！凯特求情。我拜托你，我求求你，拜托停下来，为了我。当你跟你老哥有不共戴天之仇，而且你跟你老哥，你杀老哥是为了拯救人类，这时你女朋友跟你讲说拜托你不要杀哥哥好吗？的时候，心情很复杂。哦，头发变白色了。变白色。
我记得好像有特点，就是全破之后吧，你可以把造型直接换成这个样子。嗯，有。行，嗯，起来。起来，让我胖揍你一顿。但丁从以前就比哥哥强。哦。凯特脸变得好黑啊，为什么这么黑啊？你开始还是一个皮肤灰白的少女。被抹啊。哦，对了。你选择错了，你不是人类啊，但丁。你不可能成为人类。我一朵你哪里讲的？如此狼狈的男人。趁乱告白。我爱你啊，弟弟。哦、你要记得，你是被人类所拯救。不知道我什么东西，我知道你是谁，你是但丁。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了。其实比较像是说，你就是但丁，没有其他的部分。Not more, not less， 不多也不少。嗯，鬼妙。鬼妙。对、啊，看起来是可以，看起来是可以做续作了。因为、结束了。片尾就是这样。对。是哦。很微妙哦，很微妙。骗我去了他们的工作室。对啊，他形象改正蛮多，重做很多、啊，各种凯特的造型。我其实我还不错啊。为什么说定太辣妹了？太辣妹了。那个，好吧。不过为什么跟定稿还蛮好的？他在蛮像那种电影的那种结尾，不知道，因为动画电影的结尾。对对对，不过，对啊，其实我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个制作人会想说他其实本来想做的是这个的，对不对？嗯，因为有发展性，它是个新的开始。然后游戏做的其实还不错，可惜他就可惜挂了恶魔猎人。对，我也不是恶魔猎人就好了。哇。然后这也是优良传统的、用这种方式去。原本的建模是很像原本的但丁，看的发型。然后他刚那个建模画面，我记得没错，好像是预告片。嗯，就那个让一堆人抓狂预告片。对。I am that. 生气气。What is your name? My name is not. 然后噩梦。没有，他背后原因太错综复杂了。听说有维吉尔的陨落，维吉尔的陨落这一段的游戏。有啊 ，DLC。不知道好不好玩。可以玩啊，因为他。我看人玩过、啊，然后里面维吉尔关卡有点难度，哦，维吉尔，然后那维吉尔没有很强，没有很强啊，他没有很强，哦，反正女生也哦，女人，哦，动作演员们，好了，希望大家可以抛弃成见，这款真的不错。跟多东西比起来，我觉得这款不错。只是要讲什么缺点的话，我觉得歌没有很好听的是。对他没有留下什么很让人印象深刻的音乐。像《恶魔猎人》五代的时候，就真的是棒透了。五代音乐吗？五代音乐可是分两种，不对，五代还蛮大手笔，它有分日文版主题曲跟英文版。它日文版主题曲很好听。用滑板工作室没走来走去，哦吼吼，这么大一间公司，对吧、啊？
这算是一个小科普了，就是这一款会出来原因是因为卡普空那一年破，就是财务陷入财务危机。那时候他们想说要出，就是他把很多工作，把有些游戏工作开始去做外包跟分包。那其中他们就把那个《恶魔猎人》IP 好像卖几年吧，给外国公司，就是一开始 OP 有看到那个 Ninja Story。对，然后做，然后他们想说，然后当然啦，人家也不是不会做，就是说你可以照着原本的那个风格去做，但是日本这边决策的是想说，哎，既然我们都换公司，就是我们外包的话，那我们想要个全新的开始，我们要个全新的但丁，全新的故事，然后完全不一样的形象。然后英国那边想，好啊。他要做一个那欧美味十足的，对，非常欧美味的但丁，非常欧美味的剧情，非常欧美味，非常。然后他们请是，好像是欧美，好像也是，我忘是意大利吗？反正他是一个画家，他是一个艺术家，做人设这样，所以还蛮文艺复兴时代的感觉。可是他但丁的造型不就跟他们制作的一模一样吗？对啊，同一张脸，没有，好像有在改，本来比较像，那预告片是比较像。那个画是有点暗淡丁，吸毒犯。因为刚看那几没有个长得像丹丁的，嗯，没有。刚看不是好几个工作人员的脸，就改过。这有听到大家的心声的，有算是去改了。就像即将上映的《音速》哦，他妈，《音速小子》怎么办？他们也是，哦，他。他们就是这制作人说，哎，我不喜欢原本的造型啊，我就是要怎样。然后预告片出来之后，哀声遍野，这样几乎是要处于一种你真的播出我就把火箭炮烧到你家去那种气势，我就寄刀片的那种气势。那是那一部寄刀片，那是直接寄炮弹哦，寄炸弹，太可怕了。那为什么要把好好一只刺猬？对啊，那这个但是有改过啊。对，好了，真的很好玩了，闲聊这么多。嗯，片尾好长。片尾很长，对，工作人太多。又要感谢英国这边，感谢日本那边。然后五代的时候，因为哈伯画又开始有钱嘛，所以五代，所以这个画要做的时候是啊，所以《恶灵古堡》其实也外包过，外包的几款其实还不错，好像有款就是那个、啊。拉昆斯行动哦，就是外包的，那是外包的。拉昆斯行动外包，拉昆斯行动那家公司做了很多很优秀类似的游戏，那、啊、其中一款，然后就外包给他，就做出像那样的东西。那款也很好玩啊，我觉得拉昆斯行动很好玩啊，它只是不该叫做 Biohazard， 它就是好玩，它不该是个恶灵古堡这样。因为那款我买正版的，然后玩的时候玩蛮久吧。玩了很久了，因为真的很难，玩了很久。这歌怎么长？这歌好长，我跳过吗？哦，也可以跳过，跳过，谢谢。The end, don't be on it。我以前太，哇塞，我以前真的太弱了，弱到我可以这样子。而且你二十关下来，这是第唯一一关 SSS 吧 ？Triple S， 没有，不是，但是这是唯一一个第一次打就 SSS。对，这我其实看你多弱这样，这个弱。好啦，那么我们也，我看肯定会出现什么事情啊。Congratulations, you have complete Devil May Cry. New mode unlock some spot. With a brand new mix and enemy setup and Biharos, try this new difficult level next. 何必呢 ？New custom. New custom unlock white hair dante. 你可以有白发但丁了、啊、好哦。它其他的东西其实有 skin 啊，但是你要用 DLC 下载，我不知道要不要钱，要钱的话我再考虑看看的。好啦，那么今天就到这边哦，非常愉快的一个游戏体验，谢谢大家哦，谢谢大家跟我们一起经历这么长的旅程，然后这算结束啊，那接下来可能我大概会录一集是玩那个这个 Bloody Plus， 就是那个血攻模式这样。
对，大家好，是历来一直好评如潮的竞技场模式，生存模式啊，这样讲比较好。对，好，那么游戏到这边，好，那么我们另一刻时间，我们下次再见，拜拜。